咧，即係喺開線嘅時候咧，我哋喺櫃枱嗰度咧，都會除咗信用卡啊、八達通同埋現金之外咧，都會收一啲電子嘅付款方式，例如 Apple Pay、Alipay、WeChat Pay、Google Pay 同埋 Samsung Pay 等等。